官跟房检局。那因为这柜台进来的时候，这个柜体的完整性跟它的签条是不是有完整，是由房检局先主证。先房检局为了确保猪肉的输入的来源是来自于非疫区，因此我们会来查证猪肉的运输过程中是否有行经疫区，这货柜的封条是不是完整的，有没有被剪过，是不是有原始，是不是原始封条。是房检局基隆分局台北检疫站的主任林冠浩。这批猪肉的检疫证的资料相符，那我们验货之前，是不是都会先去做一个诊断的动作，然后再进行到柜场做查验。这五项都 OK 的话，我们验货就会相符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可能会依照海关七支条例，或者是其他主管机关相关。它是不是零下-58度？或它有没有所谓流血水的一个状况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会暂停整个一个查验流程。它的制造厂编号，还有它的所谓的它的一个出厂的这三个部分很重要。如果对的话，就是货真价实，我们就会开启。他打电话是拢在录音，全程录音。全程录影，对，这监视查验是非常的严格的。辛苦，加油。因为现在这个进来就是要靠大家更辛苦啊，那也请大家多加油啊，为食安把关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长，谢谢长。